都爱到亮山旁边的黑马山，很爱到的主任妈咪，爱到主任妈咪，哇，还有爱到的唐先生，唐先生，哦，还有都爱到头都爱讲讲的很爱到的阿米亚先生，阿米亚先生，耶，今爱到今年爱来做的黑马街咧，做黑马街，耶路从右边。耶路黑马街啊！耶路黑马街哦，耶路就是慢慢爬，慢慢爬，瓜牛哦。哦，瓜牛，瓜牛耶路，耶路，耶路黑爱钓瓜牛。哦，耶路黑阿娘哦。系啊系啊。该主任妈咪，耶路从右边，我要准备的东西有哪条呢？有哪条？面粉，面粉，面粉。温水，温水，温水，温水。还有，七卡中诶，虫诶，虫诶，虫诶。还有，还有嘛？还有，那是羊诶嘛？羊，羊诶，羊，羊，羊。开始做喽！好，那就来开始啦！开始啦！好，我们先来羊。对，下面有粉，拿面粉来，注意看它要面粉要多少呢？500克，500克，500克。两称呢哦，哈，称呢哦，称呢哦，好，量称重的黑毛。嘿，而且面粉哦，唔咩重的青菜饼哦。500克，500克。哇！该先生又看到那小朋友全部戴着口罩，还没动枪力嘞。嗯，懂专业啦。嗯。哇！那小朋友都嘛该念啊，用啥？品鱼，品鱼来幼文。幼文。哇！今本日先来做两只示范吼。小朋友有吃过铁板烧吗？有，你们觉得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来，来，来，看起，后忙后忙。后忙。后忙。哦，快了，快了。哇，阿娘就多多好嘞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八块的。哇哇，谢谢主任妈咪，原来挨到500克，哎，按多面粉哦。嘿，哇。好，我们现在是用滚水哦。嗯。还煮些嘛啥嘞？来看哦，我写了200克。600克。600克。600克。我写你哦。哎，写你哦。600克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！哇，冬天到啦！安徽，安徽，披山竹。我们要用的今天不是用手搓龙，该黑油吗？用面包机。哦，面包机，面包机。面包机第一件事情要先把水混水先放进去。哦。对，混水呀，还混水？混水，混水，混水最好，因为是小朋友。都过卡州就会有爸比妈咪都旁边啦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把面粉倒进去。全部哦。刘威特恩来把它倒进去。哇。主任妈咪，我们现在取的量是一个的量吗？一个面，一团面粉可以变分成六。一团面分六个，可以做个六炸，六炸，六炸。哇，这边有按摩，按摩。一点点的盐。对。不用太多。来一些水的都好哈。OK 的。安吉 C。好，我们现在用完毕之后呢，就全部把它放在面包机。对，那我们里面的话。搓揉的功能，我们就把它放进去，等它搓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做喽。哇！
好，那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哦，放点面粉。好，呀，面粉撒都当多是哎，做嘛个用？不会粘在上面，不会粘豆啊。哦，来，那我们现在来分。要留点它的切喽。哦，现在目前两个。哦，两个。三个没有。然后因为我们有四个人。哦，那我们就站在这边，那我们来用这个。好，先搓成圆圈。先搓，好好好。好，来，用手这样子搓揉。哦。好，搓成长条形。好，有没有吃过牛舌饼？有。有。好，我们做成长方形的哦。给它长一点。煮的很厉害，要几开啊？要多大？不用太大，不用太大，这样子，好，好，这样完毕哦。先看主任妈咪哦，好，撒油，不要太多，因为要健康，油欸、对，油哎、欸，还有一点点的什么糖的话就会变甜的哦。我们要吃咸的，养养没嘛，不用太多，要。欸主任妈咪，主任妈咪，哎，按钮做唔得困啦，也可以啦，没有关系，做得，按太长没做得系嘛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放葱，葱诶，葱诶，加落去刚刚才采的，按钮哈用哈。主任妈咪，为什么要加油啊？那么痒，那么痒，看奶爸就知道，奶爸就知道。好，我们刚放下去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卷起来，好。从旁旁的长长的给它卷起来哦，记得不要把它葱跑出去。好，哦，累了怎么办？先把前面的头压下去。好，转圈圈开始喽。哦，转圈圈，慢慢转圈圈，慢慢转圈圈。哦，哇，掌声鼓励！哇，是不是很像蜗牛？说好了。好，这就是蜗牛，轻轻压好就放回去，它要在旁边休息。迪磊，迪磊，警长跟他们，还有阿哥哥他们有做完了吗？有，拉姆，对，牙宽开了。哦，对，把它分布均匀一点的吗？哈。那警长，还有没有比较喜欢吃葱的小朋友，都得给他抖哎。秋奶啊，秋奶啊。可是太多，等一下会怎么样？观众版卷不起来，黑毛。对。哦。爆开了。黑按钮。然后加一点点盐巴、黑毛。对，盐巴跟油。再奶毛加多。不用太多哦，因为等下一细细的就拉哦。一细细的。好。等一下有一个开开的黑毛哦。哇哟，挨你都按背呢。好嘞。用来变形呢。卷起来。这样子。好，你看这样就会太，我们要把它做成可以这样子，可以拉长一点。因为面团它可以拉长，虽然你刚才胖胖，我们可以拉长起来。哦，按钮就没走出来嘞，就不会跑出来，然后就这样子卷。哇，转起来喽。嗯。哇。好，用手压一下。哇。对。按钮就好嘞，嘿，没错。然后给卷卷卷卷卷，哇哇！小朋友可以哈，有帽有帽。小朋友，你们觉得第二个哥哥做的怎么样啊？很强嘛，很强，很强，快速，快速，好，想不想要做？想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让小朋友开始做喽。好，帮你丢来做。记得我们的第一步是做什么吗？黑马盖，黑马盖，搓搓搓搓，搓成长条，来，搓搓搓，来，你们来拿起来，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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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搓搓搓搓搓搓搓，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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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成了黑马。那你觉得做成瘦瘦还是做胖胖？黑。先生，我要你哈搓好了哦，搓好嘞。打到便便的，哎，打到便便。停。每一瓶都，每一个桌上都有一个什么？亚非马干。好嘞。毛利干。毛利干。请上。毛利干。
变长长的嘛。在这里。好。来来来，加一下，来来更长长。请你送冰河杯。冰河杯。哎，我们将看看到看谁了。没有。我们可以用压。我们蹲地哦，等一下换压。这个哥。够长吗？还是要再长一点？还没沾油，要沾油，沾点油。好，涂一涂，涂一涂，不用养的嘛，不用一些些的就好。不能加太多，会太咸哦。可以啊。用一点点就好，不然会太咸哦。很喜欢吃葱的。嘿啊嘿啊，我的葱很好吃哎，因为嘿，我们自己种。自家种的黑毛，嘿，对，要从这边卷，再立起来，从这边卷，卷卷卷卷，哇，好压扁，拿起来，好，哇。黑啊，做矮的小瓜牛哎，来，做好给你就不用了蛋糕哦。来了，黑马街。瓜牛，瓜牛，瓜牛。来，哦，用用那软，用那软呀哈，来，哦，放来，用那软，用那软。不错，这个太咸了啦。哇！哎，小朋友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哇，来看一下小朋友做的，大家都无穷用嘿吗？系啊系啊系啊。其实欢喜来都上海对，雷野罗野罗黑马野罗。该野罗黑马该呢？瓜牛。小朋友以后在家里是不是可以帮爸比妈咪一起做嘞？要。好，该点不腻，来帮自己拍拍手，拍拍手，耶、yeah ！自己有没有按卡？有。有。好，刚才都是哈，老几兵，三十分钟哦。好。好，来嘿来嘿。哇！奶牛主任妈咪，那我们煎奶牛的葱油饼啊的顺序上怎么样呢？先放油，然后就把我们刚才做好的那个雷楼。野罗葱油饼放进去，然后我们记得要把它压一下，哦，对，把它塑形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焖着，就只有这样子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小朋友准备好吗？准备好嘞。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喽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先加油，油要放到温的地方，等下要不会粘到，那不会粘到。就拿我们的瓜牛。对，野罗就做的不用落去嘞。对。哇，把它压扁扁，嗯，好。好啊，我放一个。好。那个是小，那个是小朋友哎。对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就等到啊。你要等几久啊？嗯，原则上是差不多20到30。哦。你几分钟都半个时辰。好，来等他吧。